我警告你哋唔好喺度立亂警告啊！警告你唔好立亂。我唔快噶。嚇、啊！你恐嚇人啊，心臟病啊！好。知道啊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六四嘅周年就要嚟啦。咁我哋今日喺度咧，就係特別為呢個六四嘅死難者啦，係即係默哀一分鐘。咁而家開始默哀。咁啊，今日咧系第十五波，我哋嚟到呢一个清援国内嘅茉莉花革命。咁咧就我首先嗌你个口号先：残民族献黑司法，残民族献黑司法，一党专政法西斯，一党专政法西斯，政治审判可耻，政治审判可耻，以言入罪可耻，以言入罪可耻，释放刘晓波。释放刘晓波，释放艾薇薇，释放艾薇薇，释放谭作人，释放谭作人，释放王琦，释放王琦，释放叶文飞，释放叶文飞，释放所有政治犯，释放所有政治犯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，屠夫政权遗臭万年，屠夫政权遗臭万年，抹你化去，抹你化去，中共倒台，中共倒台。追究六四屠杀，追究六四屠杀，结束一党专政，结束一党专政，权力归于人民，权力归于人民，释放刘晓波，释放刘晓波，释放艾薇薇，释放艾薇薇，释放谭作人，释放谭作人，释放王琦，释放王琦，释放叶文飞，释放叶文飞，释放所有政治犯，释放所有政治犯。咁我哋咧今日就系由被告。咁先讀出我哋嘅聲明。第十五波聲援茉莉花革命。慢慢。二十二年前的春夏之交，天安門廣場正醖釀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。當年聚集的群眾，只是打着反貪腐及追求民主自由的旗號，進行和平集會。奈何中共竟以解放軍進行武力鎮壓，血腥屠殺作為告終。當年群眾提出的訴求，中共不單視若無睹，更否認屠城事件，而且將八九學運誣衊為一場群眾動亂。天安門事件至今，元兇李鵬、江澤民等在中共政權的包庇下，仍然能夠坐擁權力，逍遙度日，無需受到公審。時至今日，追悼六四死難者的人有增無減，目睹事件經過的人依然記憶猶新。無論中共如何掩飾著惡行，也難以抹殺這一場運動帶來的餘波。人民的犧牲精神永遠都不會被忘記，屠夫政權的暴行亦會遺臭萬年。經過二十二年間的時間，當年指出的社會問題至今，當年指出社會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，反而日益加劇。中共極權更加肆無忌憚，大力打壓異見人士。不過，國內同胞縱使受盡壓迫，在各地已不斷出現反抗浪潮。中共既以武力鎮壓八九學運，他日敵必
受到人民革命的洗礼，解放者根本不存在，真正的解放者只有自己。起来吧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团结起来，将专制推倒。平反六四，平反六四，审判李鹏，审判李鹏，审判各人民，审判各人民。邓小平死有余辜，邓小平死有余辜。打倒中国法西斯，打倒中国法西斯。好，咁我哋啊，系咪有啲嘢俾佢噶？系嘛？系啊。有咩啊？你？好，林哥，大家好。好，好，你翻去啦。系。残民族宪法西施。残民族宪法西施。嗱，呢个警告啊，麦仔落嚟行为咧。人民英雄永垂不。